if you propose a project, please come forward. 你要用你的吗？也可以啊，等一下，但我要把那个弄出来。 好，那大家好，我是 Ronnie Wong。那我今天想要提案叫做拆解开放资料咨询小组。那什么是开放资料咨询小组呢？那开放资料咨询小组就是因为现在行政院推了开放资料推了好几年了，然后其中也有订立一个开放资料咨询小组的办法。那其中所有的二级部会，就是这边看到的什么内政部、外交部啊、原委会啊、客委会啊，都需要有一个开放资料咨询小组。那么开放资料咨询小组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说。 在过去以前是每一季一定要开一次会，然后现在改今年改成每半年要开一次会，然后民间的委员不能少于1/3，然后以及会针对这个咨询小组会针对下一期要 open data 的资料会做一些讨论，就是由咨询小组可能提出意见说，哎，这个开放可能要做什么处理之类的，或者说民间有提出需求，如果官方政府觉得说这东西不适合公开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在开放资料咨询小组中要提出说为什么不能公开，要说服民间委员。 知道，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公开。所以一切听起来好像还蛮完美的，在咨询小组。可是像最近那个行政院工程会公布的那个咨询小组的民间委员，就是有包含一个检察署的检察官，然后以及包含两个工程会退休的公务员，然后他们是属于民间代表。然后所以他们出来的会议就会发现到，哎，还蛮有共识的，因为其实都没有那么的民间。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部会是。 成立一个小组，但是从来没有开过会，因为其实行政院也没有订立就是惩处方法。所以这个提案想要做什么呢？这提案就是我们来拆解开放资料咨询小组。那这边就是有包含所有的二级部会，那么我们就来把二级部会，我们来开个 Google 试算表，然后我们来整理，例如说各部会开会的频率是多高，谁开的比较多，谁开的比较少，谁是完全没有开会的。然后我们来帮各委员来加个标签，他是产官学宅乡是哪一种类型的委员。 我们来好好来分析一下，到底各个单位找的那个委员的比例是怎么样子。然后这个案子是，对，我们就来拆解开放资料咨询小组吧，哈哈。